自己都拼自己。我操！那牛。他没一吗？你交个闪啊！牛逼！哦 no！要了你的命一样。我别这样啊，我怎么跟啊，要是往我们这边跑能活的。
跳河道跑啊！啊，这滑板鞋能死的，他往这里跑啊！逆天滑板鞋。
哥们有点自信呀、啊。
机器人。哎哎，玩错了，完了，我怎么按到闪现了？OK， 是这个 ID 的话，那就不奇怪了。这个 ID， 这就不奇怪了。 完了，我刚看到我就完了，没第一时间看到，哇，四个小近战兵。 坏东西，还想回家？ 这么鸡贼！嗯。
心。太可惜了。
个翻译。啊，这么简单？哎，我的多兰剑还是要卖了，最喜欢的多兰剑。我的炮车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哇！我的伤害呢？
完了，他这怎么踢到我了？哎呀！二杠七的砍人打成这样，啊！哎，伤害起来了。清兵这么累啊，贾克斯。
按出来，什么情况？换个键盘了该。真按了，摄像头全看到了，真不是我狡辩。讲道理，真暗了，不信去看回放，摄像头全照到了。哎，快，不会死了吧？死了，大龙没了啊，远古龙没了呀。我来。哎呦，年轻呀，这是假视野。OK， 这不轮到我装了，全技能，再不装真没机会装了。真轮到我装了，来，你的伤害高。放线吗？你放线。OK， 放线。这艾克森英雄到底有什么用啊？
艾克不是在吗？ 要挨越了吗？
第二阶段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害怕外克这个英雄。哎，选出来这个对局就开始不正常了。看对面脸色玩。这个空大了。真短。回上第一，在那在干嘛呀？坏了，兵线还被卡了，最难受的莫过于兵线。Plating will fall soon. That's on me, I shot.
哦。毙掉了吗？那空大差点把我害死了。哦。这把红偷了。好久没见过三枪卡克斯了。
啊！你不是掉线了吗？他把我拖过去了。孩子太天真了。后面有绕后眼，
这么疼。超神了，但是为什么我这么害怕艾克这个英雄？能不能起来全看对面脸色？夹克斯，